堂准备着盘老板，要预备着被老板盘在心里啊！报警报警！不要乱来啊！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一条一条。上回啊，我们来竹山这边开堂呢，十一条鲫鱼拿了个第七。今天呢又是开堂啊，我今天给大家探探路，看看今天的开堂怎么样啊？现在这边呢准备抽号啊。这个嘛，放这个来。哎，应该是抽中间吧。上家三十。老马呢？那个报给我啊。老马，我到这边来，好吧？你到我那边去，那我就十四了。准备东西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今天不要往水里跳啊，我离得近啊。好好好。你要跳水里吗？我给你锚起来。再开个半锚就行了。卖那么好的口，再加个三到五滴的麝香酒。中鱼了那边，哇，那中位就是中位啊，这调个漂中鱼了。我们今天这个边位不知道行不行啊，大师。开始，不等你了，不等你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大师。那我们前期上来选择了一只3米9的 IS911六号杆，主线1.5，脚线0.8，钩子6号锈，浮漂吃线1.2克。前期上来还是想着线组大一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抢一些鱼啊。换到0.4的，看他吃不吃啊。40分钟建了一个动作，从我那边过去，好多打鱼，没口，那一排都没口。斗地主的，来呀、啊，打麻将的，要是我们三个复仇者联盟又坐到一起，估计这仇越结越深了。这是3倍几啊！我刚才大了跑了啊，上了一个小的。走，像这种呢，开膛很正常啊，啊，慢慢摸就行了。大家没有放弃，你也放弃不了，对吧？啊，能摸一条是一条，啊，猥琐发育。我的第二条来了，羡慕羡慕。来的，乌龟来了，这边鱼游过来了。我要打个快节奏。高位截口啊！第三条，来，来，进。我去！来吧，这个大，这么大一个，啊！很多人坐不住了，已经收了。你那边呢？一条，一条啊！就开干了吗？10分钟有一条，我放都不放一下。抱着潘老板的心里，同时也要伴着被老板盘的心里，这就太难。哇，牛逼哦！打不上来，打不了。打半亩啊！来吧！25斤上岸！哇靠！你们没口的跑到那边撑杆去了？你这流氓啊！不做钓箱蹲在那里钓，他们都在那里蹲着钓，撑杆去了。目前还是这一条岸的在狂马。纷争开始了。今天我们复仇者联盟，我们三个原地解散了。
来了。进去吧，选择大过于努力啊，这个爽，虽然说钓的不是我的鱼啊，但是还是爽，那口下去都不一样。收你，这下去就是口的啥玩意啊，这么重，谁这头毛的，这下去连续中两条，这真的是屁股决定一切啊，但是怎么努力都没用啊，啊，打进去。来了，屁股大过于你的啥？哇，这边口是真好，来了。这边的这个口跟那边完全不一样，丢下去就来，丢下去就来。我那边一直在那里等，抓紧时间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肥肥的，进。OK， 结束了，到中了。哇，我都还没有爽够呢，在这边半个小时，后期的半个小时啊，比我那里一整场钓的鱼都多。同样的饵料，同样的窝料，所以啊，开膛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怎么努力啊，你也抵不过一个位置啊。我过去看一下，去回我的鱼了。看看我的17条鱼，多少斤？18.8。早点收就不用那么受罪，那么大太阳。你几个？一共5条。在那边半个小时都比这边钓全场的鱼口都要好啊！现在呢，刷新了一个开膛的记录，上回11条啊，第一次开膛11条，第二次开膛呢17条，啊，这个呢就是现在开膛的这种情况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开膛你要准备着盘老板的心理，你也要预备着被老板盘的心理啊。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